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九。很多玩家都遭遇过被不知方向的敌人偷袭的经历，这个时候会想办法来确认对手的位置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对手偷袭时，一定要优先考虑躲避后续伤害，尤其是被对手一枪狙残的情况下。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卡点架枪等操作，如果静止不动，即便在掩体后也很容易被背后的对手击倒，因此在卡点架枪的时候一定要多个方向不规则移动。所以说移动状态也会受到伤害，但移动状态下可以规避一枪爆头，只要对手未能一枪放倒我们，那我们还有规避后续伤害的希望。遭遇攻击的第一时间第一反应是跑，但一定不能一成不变的直线跑。若对手掌握了一定的提前枪技巧，就很容易根据我们的距离和速度打出提前枪，这种情况下 98K 一枪爆头都不稀奇。所以在跑动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不规则走位，也就是玩家们常说的 Z 字形或者 S 型跑路方式。侧身开枪可以说是身处掩体位置对枪时必须掌握的技巧，唯一需要玩家掌握的基础就是预瞄。预瞄上手后侧身开枪基本就轻车熟路。侧身开枪作用在于降低自身受击面积，有必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对狙过程中不管有没有掩体，侧身都有极大几率导致对手的子弹无法击中我们头部，借此来降低对枪期间被命中的几率。你们